好，来继续来看屏东的台湾灯会，无人机的表演是一大重点。结果有不少空拍机的玩家马来加算，但是考虑到现场民众的安全，所以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请来专业的人士，把违规的无人机甲赶走。目前已经赶走45台。另外嘛，因为看花灯的人实在伤多了，有人坐到脚酸，竟然直接坐起了花灯的底座。也有家长，让囡仔爬起了花灯的边仔来翕相，差一点啊，就把创作者的心血讲毁掉。然后有够济，台湾区嘛拢是人，屏东台湾灯会有真济游客，大家在赏灯、食物件。只是规个灯会区真大，有人坐一个忝脚酸，就直接坐伫花灯的底座面顶。规排花灯电视台变成民众的休息区。老的、细、少年的，包围这个花灯的底座，也有更加下面。看我啊！大人和囡仔直接爬起哩，在哩翕相、翕刷，这个囡仔阁真好奇，用手望花灯。不可以爬！有大人赶紧甲阻止，这款画面真的是无人的害头。在屏东举行的台湾灯会，高空无人机的表演变成一个亮点，和不少人想要试看卖。只是考虑到现场民众安全，大平县国家风景管理处。安排高手来拍。这次的灯会到目前期间已经驱离了45台，就是干扰的仪器，它可以进行现在无人机升空的时候去干扰它的讯号。小组警官每一天早起9点到暗时11点，拢会伫17公尺高的最上无人机观景台最高的所在底下顾。管制空中的不速之客，若是灯会天顶发现无经过申请的空拍机，就进行信号干扰，同时通报警方到现场处理。